为了祈求台湾能够远离新冠病毒疫情的干扰，琉璃世界药师坛城20号特别在花莲中正体育馆举办了法会的活动。县长徐祯蔚、副县长严新章等县府的首长都到场来参与，并且诚心的祈福菩萨能够保佑花莲、台湾风调雨顺。为了祈求台湾远离新冠肺炎病毒，琉璃世界药师坛20号在花莲县中正体育馆举办修持49天祈愿药师法门消灾超拔大法会活动，现场由善缘下场法师持领金刚经念诵，县长徐祯蔚与会贵宾及信众们人民共存共荣的生活情感祈愿，并且祝福花莲县远离灾难，轩逸昌隆，五谷丰登，百业兴旺。县长徐祯蔚表示，为了安定台湾宝岛惶惶人心，感谢琉璃世界药师坛城的师父们发愿祈福，祈求新冠肺炎病毒远离，让乡亲们得以安居乐业。也感谢所有贵宾们以及信众们一起来祝祷，为县境内平安祥和、阖家安康祈祷。有赖于人间菩萨们的布施功德，积善于庆，期盼未来一起来努力，继续加油。花莲县政府，其实我们真的很愧疚，也很惭愧。49天，我们没有办法天天都能够来精进，来跟随师父持诵。但是在圆满的时候，一定要来感谢师父，也来感谢我们所有的众师兄师姐们的发大心宏愿，让台湾以及花莲都能够和平平安、风调雨顺。尤其在今年疫情时代，让整个世界人心不安定。人心不安定，其实社会就会非常非常的不安定，而整个政经的状况让人家更担忧。所以很多人说，其实一个信仰让我们心能够安静下来，做事情和和美美、顺顺利利，这也是在一个人心中信仰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在花莲是一个无论是上天祖灵以及诸佛菩萨祝福的地方，更是上天菩萨给予台湾最好最好的一块真善美的这个修行之地。所以祯蔚真的很希望我们这块土地能够有大家的守护、大家的护持，让台湾安定，让花莲繁荣，让花莲和气平安，让这块土地上的人都能够身心平安、心安安定，做事顺心如意。再一次祝福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师兄师姐健康快乐，而且不断的精进，也祝福我们所有的众法师，跟祝福我们尊敬的这个大法师能够法体康泰，能够依然为国家来祈福，为我们大众来祝福，也能这个开解我们很多大众心中的疑虑。再一次感谢法师。善缘下场法师常年在华东地区弘扬药师法门，效法与实践药师佛因地所发愿的12大愿，依教奉行建立人间的琉璃世界药师坛城，并且愿行随一所去，成就菩提。记者蒋永义华视报道。